几十台轿车在马路狂飙，一路奔向台南知名夜店。来到夜店门口，大批车队集结，呼啸而过，场面浩大。门口还有警车监控现场数百人。其他人真正有侪啊，加差不多500个喔。一整群男子大阵仗走向夜店，加上门口聚集的清一色都是年轻人，不知情的人看到还误以为是不是帮派要集合火拼，但其实现场气氛是一片欢乐，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是要来看现在当红的饶舌团体顽童 MJ 一六。去年金曲奖，顽童跟阿妹担当压轴演出，连串快歌不止让粉丝听得大呼过瘾，节目也大受好评。加上和张震岳、热狗合组兄弟本色，唱红经典歌曲《Fly Out》，让顽童人气再度攀升。顽童在台南夜店举办小型演唱会，引发数百名年轻人到场，还出动远警到场维安，粉丝追星程度也让人见识顽童的高人气。记者来关张陈昭虎台南报道。